TV 台裁判员王航，记录裁判员冯雅琪、董春波，运动员郑宇博、刘松。下面比赛开始。郑宇博你好。刘松你好。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郑宇博获得开球选择权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您通过熊猫 TV 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氏杯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中国区选拔赛第三阶段48-12双败淘汰的 TV 台现场直播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苏新元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庆勇。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天津的球手刘松，对阵屏幕右侧来自吉林的球手郑宇博。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，双方轮流冲球。本轮比赛也是两位选手在第三阶段48-12第一轮次的比赛，赢球的一方将进入到胜部，输球的一方将跌入到败部。技术型冲球，看14号，哎，过线了啊，没问题。嗯，没有时机呀、啊，感觉应该是啊，有一球进中袋、啊，一球进袋，可能1号跟5号有一颗就是转过来的。嗯嗯，因为电光火石之间呀、啊，我们裁判员看的是最清楚。刘松上场，来自天津，之前也上过 TV 台，以前的斯诺克的国手，吕英的早一批的斯诺克的球员啊。嗯，来自天津，两位拳手呢都是从斯诺克这边啊陆陆续续转到中式八球，都有很强的斯诺克的功底以及很深的台球的造诣。打法也接近啊，冲上进攻，击球的速度思考的时间都不慢。那这一杆强拼啊，花球呢没有堵住袋口。来看看这个6号左边啊，底袋有没有漏？而且看郑宇博有没有什么想法啊？13，算是调到位了。嗯，中袋的这一颗球，其实5号呢，后面留着叫8也可以，现在打呢也可以低杆过来之后先叫3啊。郑宇博这边先看了一下72，就正常高杆起来啊，继续在右边底带，还在走力量，稍稍有点过头。加杆要小心，没问题。左边2号能看到啊，角度合适呢，继续利用低杆往上走啊，还是要推。
再来，继续高杆啊，中带过渡。非常熟练啊。第一局郑宇博胜，比分1-0。第二局，刘松开球。直接登上来啊，调示意不用去 K 球。对，如果说有信心的话，可以做一个七八中间啊，推下即可啊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八号球周围的两颗啊就解开了，上方14调12，其他两颗中带可以衔接，可以过渡，也可以打掉了。就这个局面变化也很多啊。想好10跟12号球啊，留一颗过渡8号，推过来10号了啊。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可以10号上叫14啊，14叫12，13叫黑八了。对，准度好球员就对这种球就不太担心他们会出问题。是，他们的准度支持他们的想法，不说一切想法吧，80%以上都是可以的。留一颗球过渡下来，这都是常见的青台的这个思路，尽量下低杆，中带叫一点点向下角度。轻松啊，第二局郑宇博胜，比分2-0。第三局，郑宇博开球。
还是在看右边十二号打完之后呢，预留一个十四角度，左边中的哎下方的十五号球，整盘里面最难一颗啊。后面是要带还是不要带？从下往上带，十五号是有可能对上方中带有影响。直接过来叫位了，停到这里，那看你杆准度吧。没问题，真准啊，一点都没有，一点都不怯，嗯啊，这一般的球员都得且看呢，温柔养对吧，对，连养带下，能下最好。嗯，有点小啊，你是小力推上去啊，九号就左侧，比较简单打法，嗯，能不能收力打，还是从上面再绕？嗯，更喜欢这样的方式，但是要注意六号缝隙中间，没问题啊。这白球掌控能力也非常强，八号可以继续叫相反中带啊。三局胜宇博胜，比分3-0，开球青台，谢谢。第四局，刘松开球。上来3-0啊，刘松呢没什么机会，对，没什么好机会上手啊。前面第一盘球倒是打了一下，但是后面十号右下方底带拼了一杆，嗯，然后等再站起来0-3了，0-3，这就是比赛啊，高手过招啊。像这种经常排名在前16位的啊，尤其经常排名在前4位的、前8位的这种球员，杀伤力是非常强的。刘松也是本次中国区选拔赛打的也是蛮辛苦的，嗯，从第一阶段开始啊，从一号打到现在，今天都是第五个比赛日了。对，打了有6-7场比赛，确实蛮辛苦的。哎，走过头了啊，七号看不见，黄一超级薄的一杆，红三也是薄球啊。
度有一些大，不太好控白球。延时，你要吃，无论是左边带角还是右边带角，周围都会有花色球啊，形成一些走位的障碍。好了。这球虽然挡住了，但是屏幕右边有中带啊。对，手机有闪光灯亮，小爱进来啊，看看郑一波啊，有机会可以用右边十号向下去带一杆，这是明显的一个线路。对，下底杆打进，顶一下九，停住，十号一 K， 左边十四号衔接。你这杆 K 球就小心不要吃库勾到里边啊，就勾到十一或者红三的右边，白球容易洗带。还不错。本时段比赛呢，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，明天上午九点钟啊，比赛继续。还可以低杆横向走啊，打球叫十二，然后十二号球再下来。还是低杆啊。力量。刚刚过来，真危险啊！这个球，看架势有点要贴住黑板啊。这球打的就有点就是记忆了，就习惯性的，没太考虑太多。球员们打的时候啊，尤其这种熟练度比较高的球员，那可能趴在这儿之后，这角度自然就形成了。看法、啊、对力量就知道了啊，太熟了。还是要仔细点，要说吧，因为你每次比赛的这个城市不一样，场地内的环境不一样，地上地下温湿度，台泥走速快慢都不一样，容易让你坐上斯诺克呀。常在河边走啊，更得注意，别湿鞋。对。第四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4-0。谢谢。第五局，郑宇博开球。10秒。啊，依旧啊，中带有球进。先来看看定颜色啊，这盘从局面上看啊，肯定是花色球要好于单色的。花色十五号球左边中带，能不能选啊？或者直接就一个长台底带啊，打进定住。底带哦，哇，准度啊，非常好。中带又交到了啊，左边有12号球，
九号有还是没有啊？九号有可以叫同带，没有的话叫相反的带口，甚至于说左上角的这个底带，九号都是可以过渡。哎，不用执着于说这个九一定要叫左边同样那个中带，就是放弃了一个大片非常好的带口，非要去叫左边那个似够非够的带口，带一下。其实这就是想的有点多了。嗯。九看左上方右边中带，这都是可以去叫的。选了个十号。张二大爷很有意思啊，你说有的时候您说这抽签儿，嗯，这是不是缘分，缘分，或者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对、哎、总决赛的这个、嗯、啊赵汝亮跟谁，跟郑玉博啊，又在一个小半区是吧、啊、他们这一组呢是郑玉博对刘松，然后同时间呢开打的有赵汝亮对赵云彪、啊、嗯，那如果说呢这二位的胜者啊能够再赢，那么就碰面了。这杆刘松防守也是漏了啊，中带让郑宇博拼进之后呢，刚好敲了一下二号，叫到左边花球，中带啊再往上轻轻一推，同时这个石汉卿跟刘洋啊，同样来自天津的啊，德比大战，对德比也在这一时段开打。又是一个底带，嗯，郑宇博胜，比分五比零。谢谢。第六局，刘松开球。开球时机，继续击倒。时机啊，继续进攻，选花球。两个人时机应该是各一次、啊。嗯，这花球值得一打，而且位置还真的是不错啊。十五号没有被三号牵制。对，有下，而且左边带口球呢，也是九号挡住对方的球，等于说先手一直在自己这一边。中带十一、十五，左边有个中带的十二号，上方有个底带十四，黑把两边底带还都有啊。这一盘，哎呀，炸的局面还真的是不错。好了，有机会可以先叫十五。到了第三阶段啊，也是本次中国区选拔赛最后一个阶段了。嗯，四十八名选手啊，决出十二名晋级到正赛的球员。胜部晋级六人啊，需要连胜三场，败部呢晋级六人。
那么在败部的话要比胜部多打两场比赛。对的。胜部的话打三场晋级，败部得打五场。这杆郑一博的推杆啊，轻推力量稍稍有点小，不过还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。对，本意还是想叫十一相反的左下角底带啊，推得有点轻。十二号中带在低杆上去，用十四再下来。其实刚才这个球三颗对他来说，难不难？就是心里对刚才的走位不满意，所以用了一些时间。八号的左下方有可能也是有下的，看怎么想吧。让低杆拉回来，还是停在那里？第六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6-0。谢谢。七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上来啊，6-0。对，上手差不多，局面就是打光啊，两马一错蹬，好，这已经就是6分了。缝隙中间这颗球，看十四有吗？如果有，哎呦，看他这架势，没有了。现在我看郑一博比赛多了，我也总结出来了，他要拿着这杆吧，悠的，对。那可能就是甩着走，那可能就是够呛。如果要是拿着杆呢，很自然溜达的，眼睛就盯着这球，奔下一杆这个掉位地方走了，这肯定没问题。人的正常一个肢体语言。好球，K 到了，比较直，想上去的话要头带脚。以后啊，如果说随着我们这个更有心哈，更能够有一定人力。把这些球员们的一些动作呀，或者表情啊，你说这个 GIF 的那种、表情包，哎，表情包啊，做过一段时间，尤其杨帆或者是谁，有一段时间的表情包，还有刘勇，是吧？或者一些这个动作啊，习惯性动作，都很有意思。比如说有些球员比较有代表性的，像杨帆啊，关键球擦球，哎。拿这个毛巾擦杆是吧？然后像赵汝亮这种，如果说出杆不太合适，再重新摆位啊，端着杆跟端着枪似的啊，散弹枪。对，王玉恒的这个小三步啊，三步小上篮、啊，对，都是很有特点。只能说咱们这个说大一点吧，就职业联赛。能够越做越大的时候，对，才有可能会这么完善啊。长台啊，可不可以再稳定的打进？那就是7-0了。
第七局郑宇博胜，比分7-0，开球请台。谢谢。八局，刘松开球。加大力量冲球了，但是效果并不好，还是没有球进。先来看选球啊，单色四号过来叫黄一，看这个角度应该是没问题啊，接清啊，郑宇博是3-0。局面都太好，没有球贴库，没有球相连啊。但是往其他人上去啊，对，也分人，没错没错。就对于他来讲啊，对他这个水平下的选手来讲，而且 TV 台上特别多了，已经对灯光啊、摄像师这些敏感程度啊，都太敏感了。不止一个球员跟我讲过，到 TV 台懵啊，王胜业。是吧？赛后一问他，也更正一下啊，人家王胜业这今年23岁了，那不是18岁，对对对，看着可能很显小啊。就说了，说我上去投三盘什么思路？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对吧？啊，说我那一堆活球，我手拿着手中球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打，对，好吧，只好再防守。对，然后江城，啊，说再打几回就好了。对 ，TV 台经验太对对对，比赛都是这样的啊，多打比赛。他说，当我进入到状态的时候，哎，发现比分前面挖一大坑，特别多了啊。你看这个，这准度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无解啊。除非他自己掉了，对，他自己跟自己较劲，或者说出现什么心理波动了，或者想放弃了，怎么样啊？第八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8-0。第九局，郑宇博开球。开球时机。
两次了啊，开球两次开球时机，对，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我们第五个比赛日啊，开局比分分差最大的一场比赛，重新开球，对的，8-0啊，嗯，重新开。9局，刘松开球。嗯。这杆是炸出效果来了。对，单色球。很好打啊，而且右上方还有接力，对，就看见这个接力了，我就觉得这真好打，真好打，嗯，给你杆上去吧，我上去都能进5个呢。那行，咱俩两个人打一个行，我帮你把那俩进了，是，但黑八留给谁？那就看，黑八又留给郑一波了，啊，吃裤子嘛，先吃右边边裤，再接力。借稍稍薄一点啊，低杆轻轻一点，往回一拉就行了。哇，直接打啊，没有问题。那也没关系，无伤大雅，够准就行。只要这个球进了，白球过来到位就可以了。如果说白球控制到位的话，就打一个逆时针就好了。嗯，看中带角度。嗯。稍稍嘿，稍稍感觉还是有点大，这个球看能不能避开啊，不去碰六。二六叫同样一个中段，下低杆，轻轻打啊。要换了。这球啊，被八号球在后面形成斯诺克，你没法使杆法，只能是有没有角度啊，推弹一库。反向底带。官方暂停了。第9局，刘松胜，比分1-8，开球庆台，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，判负1局。比赛继续，第10局，刘松开球。
暂停之后，我们来到双方第十局的较量。在上半阶段，郑宇博打了一个梦幻开局，8-1、而且状态也是非常好。10秒。现在10，能看得到啊，小低杆轻轻弹起来。哎呦，这个球没太敢发力啊，他也怕，他怕打不进。对，但这个角度13号变得太直了，而且向上的角度，就索性先进，然后右侧中带再衔接，也没办法，没有太好的交位空间呢。后边还一球，不打了，中带再调整吧。下低杆要兜向黑八的位置，好球，这个位置啊，钻缝隙钻的相当准啊。这个杆球难度相当高，11啊，这个15号跟黄一这位置。10秒。那么12号，然后用9向上，还要再去叫上方单独的14。这就是因为前面在打左上角那颗球的时候叫14没叫好，给后面衔接造成了很大的难度。可以走大方向，从黄一的右边过去啊。但刘松现在这样的角度，有点想要走两库的意思啊，就贴着黑八的左边走，左边中带上方吃第二库啊，中高杆灯啊，带一点左塞啊，还是换了。对，就第一种方案是最安全的，在这个黄一的右边过来，角度还是向上。有点直，好球！关键黑八准度了啊。漂亮啊！第十局刘松胜，比分2-8。
第十一局，郑宇波开球。边控还要看准度。嗯，好球啊，准度好，角度也合适。嗯，直接下地杆往下蹬。十四，看力量。还有吗？应该是有啊，赶紧看一眼，马上就过去了。嗯，那左边还有中带的十一号。跟他较劲了，对，换方案，十秒，角度不合适啊，强球是容易出问题的。啊，这个打进，给多少带一点点的低杆减速啊，好球，就是白球啊，对啊，下杆法上稍稍有点别扭，再往上多走半颗球。就可以利用一些低杆往上走了。你说走一二中间是不是更开放一点啊？嗯，但是力量不好拿捏。对，看了一下底带，停在这里打底带。第一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9-2。第十二局，刘松开球。25局13胜的比赛，郑宇波现在是9-2领先刘松。
而这站比赛呢，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了。随着今天的比赛结束呢，这边我们的中国巨选拔赛也陆陆续续啊进行到尾声了。对，明天后天还有两天的比赛，对，还有五轮次。在9月7号晚间的6点钟，就将决出最后的12强。紧接着9月8号、9号、10号3天呢，将进行河北省的省运会。对，省运会这边也会设定了中式八球的比赛项目。那么男子组的冠军、女子组的冠军，这两位球员呢，也将晋级到9月12号的正赛。在8月底陆续进行的大学生的比赛冠军是苏尼日，还有石家庄本市的选拔赛的冠军白龙，这两位也都晋级到正赛了。那么他们将组成代表中国啊，16人军团里边的成员啊，公开赛16人军团对阵海外选拔赛选拔的16名海外的球员，角逐这20万的冠军大奖。这边刘松的一个落袋啊，对，给了郑颖波机会啊，上手是可以摆自由 K 四号球的上方的一半的位置啊，顶到下边再出来，有加吗？有，嗯，应该是有啊。五号有，这杆球呢 ，K 到下半边就容易出问题，还好现在是有下，那么再过渡，而且角度也合适啊。你直接有机会。可以上去先交七，角度太直了啊！这杆球再往左一点点是最好的。先传一杆，嗯，同样啊，这边郑一博也失误了，10秒，延时。好球，这杆球是没 K 正啊。嗯，是有意图两库去带的啊。盘花色球要清台的话，难度还是不小。角度合适啊，加杆。关键就是留9号球的角度啊，白球向上，而且还要注意白球啊。争取能多弹一些，不要贴库，或者不要离库边太近啊，带一些力。好球，嗯，角度稍稍有一些大。
会不会抓一个保点啊来 K 球？可以，嗯，就抓了一个保点啊，因为打厚了之后分离角就变大了。这杆球要小心上去下来的位置啊，不要带到六号。十秒，五，好球。第十二局，刘松胜，比分3-9，谢谢。第十三局，郑宇博开球。有球下啊，先来看定颜色。红三七号，那下方的六四啊，两边底带都有。花色上手是不好选，而且花色的左边啊有一个衔接的11号啊，也在边库位置上。而单色这边也是同样有黄一，但是一上手选球啊，而单色好上手。啊，有角度可以直接叫啊。错，加长把我给你叫红三，郑宇博的加长把跟我同款是吧？嗯，什么款？可以伸缩的是吧？嗯，82年的吗？有开瓶器吗？总有一款适合你。是的，路易的。还是要轻推，控制力量。六号合适啊，这杆球的话，正常高杆向上是不太好控制角度，有机会啊，有能力带一点点的右塞，没问题。再来，够直的话就低杆，但看这个架势好像是向下的啊，主要是角度还不小。那架杆的话，可以多少带一些高杆或中高杆灯啊，贴着这个四号球附近这个花球，从屏幕的下方绕过来。
第十三局郑宇博胜，比分10-3，开球清台。完了，谢谢。第十四局，刘松开球。刘松这边同样也是有球进袋，并且满足三球过线，加在一起四个球次。选颜色，右边有一个中袋的15号球，左边有4号。尽量还是可以选单色最好啊。打二可以高杆推两库下来就4。力量，力量，还行啊。距离近小心，不要连击。可以稍稍立一些杆位啊。接近7，这样的话，把7打掉之后呢，下方有4个球啊，可以衔接叫8号球。最后黑8右边中袋15这边也是没有打。左边的5号球和6号球还是后面最合适叫黑8的。红三看角度，向上的话继续利用低杆向上可以叫黄一，然后再用黄一过来过渡5-6。低杆啊，左塞。起来稍稍有点小，高杆再来，还是反塞。第十四局，刘松胜，比分4-10，开球清台。第15局，郑宇博开球。
十秒。在冲球的时候呢，这个单杆限时是25秒，没有延时。这盘花球又是不错啊。但是现在目前黑八是在屏幕下方啊，两边底带都是被单色挡住了。现在看郑一波选球，花球，先调九了。对，交到九，12号，然后打完之后呢，右边中带的11啊，再向下走。这杆9号还是一定要留12号球角度。而且这个角度打13刚好有机会低杆轻轻顶黄衣啊，同时呢将右边黑八的底带能让出来，同时叫到14，好球啊，力量掌控非常好。但这个位置看看向下啊，有机会可以吃护弹起来，是啊，叫底带，可以带一些右侧的旋转，直接抓一两库上来。继续向胜利迈进。第15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11-4，开球轻弹，谢谢。第16局，刘松开球。这个时间段，双方炸球的进球率都是不错啊。而且很稳定，球形也不错。嗯，球形也支持，双方可以完成一些轻台啊。两位都是进攻型的球员啊，这个对于爱好者们来讲，大饱眼福，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进球的感觉。10秒，这个球还是打得有点正啊，杆法有一点点高。11是不是要强行拼一杆？还是说15号球？15啊，右边中带，还是要进攻。没问题，可以倒起来。9号够打，11够打啊，有把握打11啊。打9的话，需要用低杆反塞卸力。而且上去这角度太大了，确实很难停。嗯，最好能够打11号。
十秒，延时。下方十三在过渡，低杆横台啊。没横住啊，我真有感觉，我觉得刘聪这只球杆或许猜想是皮头的原因，不是能够让这只球杆发挥到最好的一个性能跟效果，因为他打了有几杆球了，像这个低杆横台还有前面的一些低杆较位可能有些软，白球后劲儿是不足啊，顶不住，就是这只球杆啊，加上皮头传递出来的动能给到白球身上，不能够完全的体现出来。再来底带，好球，反向底带，第十五局，刘松胜比分5-11，开头先台。第十七局，郑宇博开球。开球还是有球进，选球上方四号中带有一定难度，花色是比较好选，但主要还在于11号跟12号啊。十一右边底带应该是有下的，也就是黄一啊，并没有去挡住。十秒，现在类似于就是网球比赛当中的保发啊。嗯。自己的开球局啊，发球局一定要拿分。嗯，那这一杆看看郑宇博有没有想法带开对方的七号球，或者是他现在也有一定想法，就是轻推顶七，然后直接打12号球右边中带，就不强求了，然后后面12号中带能打进的话，再往上用带口的13号来过渡，一种就是轻推，一种是发力白球上去，还是要上去，但是没带到七，
没带到七，自己十五又 K 到了边库上，这个还要用加杆，而且要带一下十五号包边，直接打十五，这个难度就超级大了。好球啊，其实做防守是合理的。这控制白球的手感是真好。嗯，有这杆球吊带了，嗯，那郑一博可以摆自由球，看看下边的这颗球啊，最难打的花球，摆中带，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。嗯，对手的这一杆高质量的防守啊，让自己没办法解不好了，解到了也是运气有点差，对，无计可施。可能郑宇博的这种强大的进攻火力啊，让大家更多的记住了他的这个进攻能力，忽略了他的防守。八号可以叫右边中带，同样郑宇博的防守也非常到位的。就跟奥沙利文在北京这个俱乐部这边练球也是，当我们都在边上以为这个他是要练这进攻的时候，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打防守。第十八局，刘松开球。这一分想拿下来二号七号球啊，打三做二，没必要 K 啊，单独叫就好了， K 球有风险。
看中带六号有没有的下。其实本来六号球是一个很好的自然衔接七号的这个关键球或者活球，这刚才我还是个人觉得单叫二，八号球并没有跟库边贴死，单叫二然后点进之后六号就顺势下来衔接七，对，更简单一点，你这样还得再发力，再找办法，嗯，打起来会很累，增加进攻的风险，还能推啊，把一个局面就是打得相对的复杂化难一些啊，嗯，可以啊，高杆推从下边弹后再往起走，只要不被黑八挡住啊，五号还可以进攻。顶一下，角度合适，八号可以叫中带啊。第十八局，刘松胜，比分6-12，开球清台，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球胜赛局，69球进，嗯，局面再看看是不是很开放？你看这花色球，嗯，这天定，天定是吧？啊、杆给你，你再上去。今天这事我说好几遍了，不是老跟我，你老跟我较劲，我就说郑宇博呢。郑宇博对对他这水平是吧？就是不应该失误，嗯，对吧？但其实我们对于郑宇博就是期望比较高啊。对。这一 K 有球了啊，左下角底带9号，11下方也是有的打，15号左边，目前看这个黄衣啊跟15号的相贴的这种情况，感觉好像还是有点缝隙。这一杆解决问题，嗯，持过起来正顶到4，或者是从4号左边轻轻弹起来都可以啊，带减速的杆法打。角度也合适，嗯，再往上走一点最合适了。低杆啊，轻轻打，黑八，看叫哪个带啊？你是不是习惯啊？绕两脚出来，左上角，嗯，还是有别的想法。或者直接停在右上方打左下角啊，嗯，简单叫法，但是右边这个角吃的不够深啊，这种球如果叫左下角吃到带口附近是最合适的。
比赛进行到延时，现在啊，已经是我们整个中国区选拔赛的第三阶段。想了解对阵表啊比分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以关注我们的赛事官方微信公众号“台球圈有料”，查询相关的赛事信息。又来了，我就是觉得这球杆怎么到后面这白球没有那足够的动能或者劲儿啊，感觉不够足。首先是这个反赛啊，也是没什么反赛，然后感觉还是劈头没有劲儿，可能有点偏软。我感觉卸这个力哈，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这杆球，哎。没打进，五号也是没有带到。郑宇博这边肯定是要尽量的尝试黑八帮进双下或者是停带口，白就横过来停在屏幕的右边啊的边库上。这杆球给挤了出来啊，但这个不一定是好事儿，因为轻轻打四号，黄怡可以做防守。比赛时间已过半，有一跳一勾。接左边中带。自由球，加杆啊，非常慎重。低杆拉回来，右边六号球啊，中带往下过渡。四号球上方，推还是低杆横向都是可以。推杆的左塞，第十九局刘松胜比分7-12，谢谢。
第二十局刘松开球。刘松冲球没进，现在局面都不错啊，看他定色。九号球的左下方的底带啊，也可以进攻。小心马甲，嗯，底杆可以走两库，对，小了，太轻了。还得重新组织。八号球上方花色球，十五号也可以成为最后过渡的一个关键球。加力了，中带角度还可以，这个位置直一点点的话，可以推到右边边库弹起来啊，或者是直接贴着黑板往下蹬，嗯，确实比较直。角度向上的话，这正常，立一些杆尾，蹬过来就好。对，应该没有悬念了。本场比赛结束，胜与国胜，比分获胜，三比到胜部，刘松跌入到败部啊。没啥，谢谢。两个人的关系也不错啊，在交流，没有机会上手啊。确实是啊，我觉得比赛第二，友谊第一啊。好，那随着打进八号球，今天的 TV 台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。感谢张指导精彩的点评，感谢阿苏的陪伴啊。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。明天上午9点钟比赛继续。明天见，各位。